好了吗？我才刚按。你没有没有闪灯哎，没亮。你按到。别人不要。芒果。啊，我再按一次。芒果一。你不会宕机了吧？没有按哎，没有按哎，你不会宕机了。啊，我的有按吗？你有啊，你好的很。小帆拿了他的血吃饭。这个啊，是这个啊，是吗？我现在应该开始在录了。哦，有这样有。那刚怎么了？上面的鸟不知道为什么，刚刚不理我。你从来没有摔倒过。你后来就会习惯都不会摔倒了。哦，我有拖板过啊。哦，今天你是他的偶像。什么东西的？你的偶像。这怎么办？要换个位置才能出去啊。啊？踏出去，踏出去就好了，后退，然后出去就好了。有没有踢干净啊，斑斑？哦，好、啊。太会踢了。我其实根本就不用踢，那个脚跟没有的。我跟你站太近了。好了。我自己被电线卡到，好烦哦！你可以帮我瞧一下电线吗？我现在。电线的位置把我自己卡到，其实就是那个帽子，剛剛帽子那边往后弄一点就好了。我脱一下手套，我还没弄。上面头有没有连？你头硬一点哦，我往后弄。啊？现在几点？我看一下。现在两。现在三点了、欸，其实就下去了，就下去就收工啦，啊、差不多了。好，现在是2:52，豆豆，大家都脱啊。什么？离他们远一点，离他们往远一点。好湿的天呐、啊，受不了。手套也好湿，我的手套两个都全湿。我也是啊，今天要把它放在暖气那边，然后想办法问暖气怎么开。哦，没有，我今天就换手套啦、啊。我明天戴另外一副手套啊。但是还是要把它弄。下面有雪，要踢掉哦。姐，下面有雪，你要踢掉哦。还没，脚跟。对呀。完了，你姐也站在那种会滑下去的地方。嗯。脚跟要踢掉，它、啊、很重啦，不会啦，不是站错位置了。脚跟要踢，脚跟要踢，再踢一次，再踢脚跟。你没有踢到脚跟，还是没有？不是，哦、有了，可以了。好了。Thank you.
好，有有有。够高吗？好像。人超多，赶快绕跑。好了，人不多了。好，可以吗？哦、可以吗？让他过。好。好，走。也还好吧，妈妈会怕，妈妈说人好多，真的是赶快到现在没人了，你慢慢下，我会等他。啊、我会等他。学很多啦。走。走走，你走，你走前面啊！你走前面，你走，我这样才能看着你啊。姐，你就先走，没人你就赶快走，我看他。这样会冷欸，我冷太快了，现在给他接下来すぐ行きながら
你还好吗？很累，血很多，很好刹车，没有紧张。还是你那一只要不要我帮你拿、啊？啊，不会啊！脚会痛，折过去，对，翻过去，再翻过去，再把左脚再翻过去。他很快就站起来了，啊？他要去撞哥哥，不是啦，他也只是停不下来而已，对不对？你是要怎样、啊、你要怎样？我走了。哦，好、哦我的右脚好像很松，我知道我的鞋垫在里面，好像我已经把鞋垫穿的往后推，我已经顶到鞋子的最前面，好像是空的。去找他，我看那个方向。姐怎么很好，哎，左脚先出来，还好，左脚往后，往后，很重吗？整个板子撞过去吗？还好，还会疼啊！往后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又怎么了？就休息一下，他摔倒后又有人撞他一下，不是啊，我知道，我是说，是在吊着。按、啊、你的眼镜呢、哦？不行，会坏。那
那你戴着眼镜滑好了。他眼镜还是会漏风吗？还是会镜掉啊。这个时候就是拍照的时候。我看说现在到底是下雪还是下雨。斜靠的地上，啊，有卧佛，三二一，按不下去，为什么按不下去？啊，触碰摸到，就这，摄影的人也跌倒，好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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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很直，这边很直，来了，再一次，三二一，你脚打长一点。还是雪，直化的很快，还是小冰。裤子怎么湿掉？其实我们本来就湿的，然后它放在我们身上就更湿，然后很酸。啊，不能停太久，停太久下水跟下雨一样。对啊。摸一下镜头。啊。哎，对啊，你也摸着水。好了，摸完了，赶快绕跑。男的已经过完了吧？哦、下面还有一小小段，真的、哦，还可以看。啊，走、啊！有点跳到，有点跳。感觉湿湿的，下面空气比较暖。嗯。我觉得我一直在滴水。嗯啊，就全身都湿。现在可以拔掉哎、欸，不会影响。你这样没有是雨了，赶快赶路。赶路。是雨哎、欸，不是雨哎。对啊。台北啊。什么？什么？那我们在中间坐缆车下去，还是要滑下去？滑下去，我OK，看它了。下雨了。对。啊、哦，反正我已经湿透了。我就坐缆车下去了啊。哦，这里。有没有滑？请问是吗？
下雨。大家要从白华坐车。对啊，我要从中间北坐车。对啊。那我就换宝王那边喽。对啊。好。一家三口站在那边。又倒了，对。不知道怎么，谁倒了？你已经习惯这样好了。我怎么觉得好？然后，那现在全部的人就剩下，真的要扭腰滑板，超不容易。啊，缆车站吗？啊？等你找一找。又湿又不好看。快到了哎、欸！快到啦、啊！是吧？是啊。冰加雨，有冰块。其实是冰块啊，那是因为气温比零度高。马上就化掉了。对，化在我身上。你怎么不戴雪镜？你不戴雪镜也不戴眼镜，你这样看不清楚吧？其实他这样才看得清楚，这样才太阳好吗？是哦，小心点。脚还是会酸啦、啊，我们下脚都会酸的。我姐一定酸爆了。妈妈干嘛？站起来！脚扭到了。真的假的？他说他脚扭到，没有啦，你现在是没力气了，我赶快去中间休息。你是坐车回去吗？对啊，就是要去中间坐车回去啊。我要坐车。下雨了啦，湿掉了。我要回去。
痛。嗯，这个很痛。嗯，对。昨天太脏了。不是要走了吗？这里上车啊。拿起来！
慢累积的，要一次红线的经验。啊，要关关吗？啊？要不要关了？我们是来这水的。真的。